国防部嘅嘉许冯少年报道。一个星期前，奥格雷迪仲喺波斯尼亚挣扎求存，要食草同埋静蚁维持生命。但系寻日，佢喺白宫同克林顿总统一齐进餐，食羊扒同牛扒，佢有啲咩感受呢？奥格雷迪跟住喺克林顿嘅陪同之下，到五角大厦接受表扬。国防部长佩利话：蔡军打落奥格雷迪嘅战机，但系打败唔到佢嘅精神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卡什维里亦都赞佢英勇。总统克林顿更加赞埋拯救奥格雷迪嘅特种部队。佢到波斯尼亚，要集结喺萨拉热窝外围嘅回教徒政府军，已经开。